我们吃个豆豆，来吃豆豆。哎呦，不要豆豆，来来来，来你吹这个。你会吹吗？我教你吹，好吗？我教你吹。你躺着，我教你吹。来，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么吃豆豆好不好？吃个豆豆，哎呀呀，好吃豆豆，豆豆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怎么才又回来呀？孩子都快哭死了，他困了。小白睡觉了。哦，抱抱抱抱来了，抱抱抱抱抱抱来了。来，抱抱抱抱。哎呦，小白呢？小白还没回来吗？ 哎呀，这么晚了？就是啊，这么晚了，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。打电话，电话关机，急死人了。哎呦呦呦，对不起啊，妈，你回来了。哦，我手机刚好没电了。妈回来了，手机没电，宝宝，那也得知道时间吧。宝宝，哎呀，宝宝，宝宝困了。哦，果果不哭啊，不哭孩子吧。我来抱抱孩子吧。来，让妈抱抱。好好好，妈妈抱抱。来，你看。 这是妈妈给你做的版纳衣，哦，果果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妈妈抱。你看看，好漂亮呀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哎，果果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要爸爸呀，好，咱们来看看，你和爸爸给咱们宝宝买的什么礼物呀？果果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这盒子这么大，爸爸给你买的是一件衣服，这不是赚人的钱吗？真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 是不是有点大？没关系。果果再过一两年啊，就能穿了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孩子见风长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啊，来，果果，果果，有了，果果，咱们吃蛋糕。小白，果果已经睡了，就别抱他了。 今天你也够累的，就别走了，就住家里吧，啊？妈，不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们也累了好几天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明天让伊赫来接果果。你看看，这都几点钟了，你还折腾什么呀？就凑合一下不就得了吗？就是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吧。 还是按计划回去。哎，给我去吧。 就不能凑合一个晚上吗？你可以放心，我今晚就睡沙发上，可以吗？我需要好好睡一觉，不想凑合。再说了，这样的情况以后会经常有，总不能一直凑合吧？我们总要适应。 孩子这两天都是你妈在带，我看你妈黑眼圈都要熬出来了。最近确实很忙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基本的沟通和谅解还是应该有的吧？别说的好像只有你在乎孩子一样。你是想说你也很在乎孩子是吗？那件衣服谁买的？如果是你的话，那你恐怕忘了。 果果是早产，个头比同龄孩子要小，更何况那根本就不是给一岁孩子穿的衣服。如果不是你买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在乎不在乎的问题了。 分平。